你知道吗？在古代，私自吃牛肉那可是重罪。但很奇怪的是，我们依旧可以在很多诗歌中看见牛肉作为一道菜出现。烹牛宰羊且为乐。下一句不记得了。这都得益于唐宋时期的吃货们，他们机智地发现了法律的 bug。法律好像只说不得杀耕牛，那让它意外狗带不就行了吗？于是当时就出现了各种意外狗带的牛，最著名的就是程咬金。他家的牛隔三差五的因为各种理由去世，从李世民到武则天都觉得他家的牛很诡异，但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到了吃货的天堂宋朝，黑市牛肉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，从百姓到官员，人人都爱吃牛肉。为此，愤怒的宋真宗下过一道圣旨：私自宰牛者，也关起来打屁股。但没想到，报告皇上，牢房不够用了。从此，朝廷对于这件事情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而到了宋徽宗，各位慢慢享用，别让我看见就行。看见了又能咋的？朕可以给你们鼓掌。